长谢国良和身障朋友合唱一曲《感恩的心》，也为整场公益音乐会掀起最高潮。观众们自发性点亮手机灯光，随着歌声节奏摇摆，荧光点点，掌声不断，安口声不断，再追加一曲《山顶的乌高兄》。连续18年获选为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基隆市爱乐合唱团，邀请著名的长隆交响乐团共襄盛举，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名为《回家》的公益音乐会，售票收入全数捐赠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提升身心障碍创新艺术计划，关怀弱势朋友，协助自立。市长谢国良由衷感谢基隆市爱乐合唱团和长隆交响乐团的精彩表演和爱心奉献。今天谢谢爱乐合唱团，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今天大家一起来参与演出，也邀请大家来观赏。那我也很荣幸可以跟一些好朋友们一起唱一首《感恩的心》。那我们这阵子以来都努力协助各式各样的朋友，尤其只要是弱势朋友，我们都会努力的更关注，会有一些做的不够周到的地方，我们自己还是会告诉自己随时要努力加强改善。那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基隆各个角落都更有爱，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能够被帮助。所以今天很谢谢爱乐，很谢谢长隆交响乐团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体验，那也非常开心能够跟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唱一首歌。谢国良强调，市政府将会持续关注社会弱势，让基隆各个角落都充满爱与包容，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协助。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